后来叫灵车到场之后，先对着命上车进行评估，并发现其中一台车的装饰内饰驾驶也阁受困伫车内，好佳哉意识清楚，叫人员随即准备破坏器材，将车门破坏，顺利将男子救出来。而另外一名单身女驾驶是自行脱困伫路边等待救援。两个人伫叫人员来评估之后，分别以长臂板颈圈钉固定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而这件车祸日前发生伫该市乌仔内中外区，两车车头伫车发生之后全毁，零件散落一地。该市长上个月呼民众，乌仔内中外区暗时车辆少，经过路段时应该减速慢行，随时注意前方状况，才会使确保自身及他人性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该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